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娇。今天这一期呢，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运动鞋哦。这款运动鞋的话，我已经打开了，真的好好看啊！夏天穿真的是很不错的选择哦。这里是一个魔术贴的设计啊，我已经穿上脚试穿过了，它没有感觉到扎人什么的哦。鞋子是挺轻便的，它整体效果就是非常好看的啊。大家看一下整体细节和做工，离近一点给大家看啊，很透气啊。不用担心闷脚什么的，我觉得这跑步穿也太吸睛了吧，好好看。现在我们把它试上脚，看看效果。今天搭配了一个这种蓝色的一个衬衫，加上一个小短裤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鞋子，这个穿上脚也太好看了吧啊！我觉得如果穿一个袜子应该也不错的效果啊。不过它是可以直接光脚穿的啊。我来看一下，侧面看也很酷哎。侧面啊、哦，前面鞋头设计我觉得也很亮点啊、哦，是一个拼接的那种款式，我觉得很不容易脏。鞋底是个带蓝色的一个拼接啊、哦，真的好绝！这个鞋子配任何裤子都是可以的啊、哦，也可以配那种短裤啊，或者休闲裤啊、牛仔裤、运动裤都是可以去做穿搭的。这个鞋子我真的没有买亏啊、哦，然后只要100多块钱，像这一款的话实体店我上次看了要200多，而且是同款，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一款，好不容易找到了。大家觉得这款鞋子怎么样呢？好看吗？记得给我留言评论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